本节目由冯好时饮太气的百事可乐太气系列冠名播出，全鸡配汉堡华莱士吃好。本节目由国风寻味观华莱士特约赞助播出。这一站是要探寻唐安了。唐安是历史古城、历史名城，开放、包容、多元，铁血的男子气概，这个要进去。哇，那种细腻的艺术的感受。转。哎，你真灵活啊，我这不行。哦，这是什么？男子一是一个战术。哦。不拘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亚力，一个。最后一球了，打板。哎呦！是一方舞台啊，感觉西域风行。陈公子起，我们终于在长安遇到了哈。哎呀，在善喜相会啊，士别三日如隔三秋啊。咋的呢？终于见到了。我看到有空位，可能还有别的人要加入我们的游学团。一说到长安，哎，我们一般说回到长安，回到长安，因为长安曾经是那么辉煌的存在。嗯，现在我们看到的西安的街市依然是如此的繁华，不输当年。而且那个时候长安城好像文化交流特别鼎盛，西游记就是唐朝那个时候过于鼎盛，所以想要一些外来的文化也把他们引进到我们的唐朝。唐僧嘛。西天取经是四个人啊，跟我们今天的人数很贴合哈。今天从长安出发，仿佛也是一趟既是回家又是取经之旅。哟，真的是哈，来长安取经了。嗯，但是我们四个能和师徒四人这个身份相映照一下吗？你要非要来的话，非要映照的话，那我觉得唐僧是最没有什么悬念的，说明我啰嗦是吧？摸了，学识很多，是我们的师父，是我们的长辈啊。嗨。子毅呢，如果在我们西天队伍当中，小师弟，最小的那个三师弟，沙和尚，整句五个台词，大师兄，师傅被妖怪抓走了，永远是那句，永远是这几句。你俩怎么选？哎，那我俩要在孙悟空和猪八戒，啥也不说了，我就抢孙悟空了。哎呀妈，吓我一跳，这怎么意思啊？好了，欢迎，来，我一直在连着后面偷看你们。哎呀 ，bro， 好了，我们刚刚正在分《西游记》的角色，快坐，快坐，你一来，我觉得角色要重新分配一下了。本来我是孙悟空，但我老觉得不太贴切。可是你一出来，我就觉得猴精天选孙悟空来了，我天！对，不用任何扮相。陈明老师就，我就白龙马好，小白龙，我觉得白龙马很好，安安静静就驮着大家一路向西，我觉得最开心。可以当团长，带着我们往前走。哎，我们这个团齐活了，齐全了。哎，此乃何人？他来了，他不会拉我们跳舞吧？那要哎呀，跳啥呀？跳一个吧，我来教你们。来，我也不会呀，我这也。
哇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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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转。我们跳的是转一圈，一直转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哎，你真灵活，我这不行。杨迪可以，我这不行。好，谢谢谢谢。欢迎各位贵客来到金氏酒肆。金氏酒肆不仅是我们长安城最亮丽的风景，也是文人墨客当年曾小聚栖息之地。希望大家能感受到大唐文化的包罗万象。哎，这个礼有什么讲究啊？哎。这个是唐代常用的插手礼。插手礼，插手礼就是要交叉在胸前，用左手包住右手，往前推，再收回来。